日本的消息关心的是嘉义市分教彩白艺术协会对这个起到九月十三号在嘉义市文化中心来举办着104年度会馆联展，协会对96年成立到现在，每年都举办着画展，互相观摩作品，水准也不断提升。高扎时代的国画画风是以清新淡雅和墨色作为主流，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来，网络和媒体资讯发达，世界各地的文化快速交流，文化艺术在创新的理论之下不断求新求变，很多先进的画家就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之上来融入到西画的理论、色彩、透视和写生等等，让画图创作更加具有现代感，所以才渐渐有彩墨这个名称的展现。在民国96年成立的嘉义市分教彩墨艺术协会，在学员共同协力积极推动之下，奠定良好的基础。生活的年龄真快，画风嘛不断改进，来创作出个人的风格。咱的特色方面吼，有配合一寡咱生活上的迄个画意上面吼，大家画了拢实在是无简单啦。起码算讲吼，生活拢较会紧张，上面有诶无？啊，配合一寡咱的情绪上的发泄吼，或一寡咱迄个需要。这入去在嘉义市的文化中心所展出作品，以彩墨为主，运用着各种的技法来展现出无同款的视觉，都是会员精心制作。参展的会员总共有23位，提供45件作品，希望会当透过这一届展出，让民众欣赏，来提升嘉义人的人文艺术气息。世新新闻张玉明、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